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我们十个少年最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啊，截止目前为止啊，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我们的《醒来吧，少年》。这首歌没有表演者，表演者就是我们所有人。哇哦！那我们先有请我们这首歌的作者来讲一下这首歌的创作经历。作者今天说出来的话感觉像个笑话，我觉得要不然咱们就听歌吧，我就希望能够给让这一场晚会蓬荜生辉，而不是这样的声音。我为什么原唱唱不了这首歌大家今天已经心知肚明了，那我们正式开始。就大家会唱的歌唱两句，开始。竟然坐着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收工三点半，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进度没过半，出门就会跑慢，上岸，还在这里刷存在感，努力就有回报，听起来像奢侈蛋，转起来，转起来，大姐，水平太烂。反复之间，开箱做回少年。